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英雄的传说中名字丢丢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啦。Yeah， 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什么呢？这个，好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来。这个就是我的世上第一辣的泡面 ，Oh yeah！ 好，那么世上第一辣的泡面长怎样呢？答案就长这样啦。好啦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包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我的名字。然后呢？油桐，好，那么这就是我的包裹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把它打开。来，我们就要用碎碎冰。好，那我们。就已经把这个拆开啦。好，它的这个是长这样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把它拆开。好，那这就是它里面其中一包，我买了五包。那么它真的。究竟就那么辣吗？那我们就下一集。